妈妈，我已经到北京了，小姨和小姨夫已经接到我回家了。北京真的好大呀，他们今天接我走的是三环路，他们那个路上有好多好多漂亮的楼，都特别高，然后我也见了好多没见过的东西，吃的也挺好的，就是有的和老家不太一样，我慢慢适应一下。表哥对我也挺好的，他还说要教我玩游戏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，要考一个好的大学。妈妈，其实我想你了，还有好多。哟，没走啊，表哥？不会，你刚才没说让我走。哦，这样。你刚才说的是让我在这待会儿。那你就先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雷二，雷二，表哥问你啊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点想家？嗨，没事啊，别想了。那个，正好我一时半会也睡不着，你就在这陪我聊聊天。来吧，来吧，哎，过来，来团团来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你摆好了。来，靠着，靠着。对，来，过来，你看着啊。哎呦天哪，这才5:40，还不到6点，你那么早叫我干嘛？早什么呀？今天高三正式开学第一天，你不早点起，让两个孩子开点好头啊。磊儿还没有正式仔细看过学校呢，还留点时间让凡凡带他转一转。后来还得转一年呢，这着什么急啊？雷儿，哎，小姨，哟，都起来了啊？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我5点就起了。你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还习惯吗？嗯。你不能这么早就起来啊！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身体，得保证身体。嗯。你这个成绩，只要正常发挥，哪个学校都得抢着要你，所以你不能生病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没事的，小姨，我平常也是这个点起。你听小姨的话啊！哎，你早餐想吃点什么？小姨给你去买。我其实都行。嗯嗯，那我买回来你挑。嗯，那你抓紧点，咱们一会儿就要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小姨。嗯。方一凡，方一凡起来了！你看弟弟，5点多钟就起来了，起来写作业了。快点，别睡了。方一凡，要死了！你都睡到这头来了啊！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小懒猪！嗯，小猪，快起来了啊！快点，快！我窗帘拉开干嘛呀？后来窗帘怎么醒呢？啊？你再睡5分钟。你再睡5分钟啊？嗯。还困呢？你这跟你爸一模一样哈、啊！再睡5分钟，不着急啊。睡吧。前方有敌人。有敌人？哪有敌人？前方有敌人。哪有敌人？哪有敌人？妈妈，快给我八倍镜！妈妈，给你八倍镜，我给你一巴掌！快起来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赶紧醒醒！你今天第一天上学，你想迟到啊？这是哪儿弄的音响？哎。儿子，哎，拉完了吗？哎，你先忍着吧，我这刚进来，你招磊儿去，他都进去好久了。他那都已经接近20多分钟了，你快点，你爸憋不住了。那没辙了，要不你就先忍着，你要实在忍不住呢，你就拿个塑料袋先兜着，回头正好浇坏啊，天然肥料。听你这玩游戏。
别喝，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呀？啊？哎呦，我这排队上厕所，俩坑都站上了，给我憋坏了。你憋会儿吧，孩子现在资源优先啊，控制点。这能控制住吗？我要能控制这个，我不成神仙了？人有三急，这……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磊儿啊，进去有半个小时了。